哎对呀，所以我刚刚呀，想说，奇怪，我们不是队友，怎么知 Rudy 道票我呢？了。哎对，为什么？呀，我觉得我这有点狼奇自怪，好杀。像哪里怪怪，而且我就不敢票他，你知道只吗？我能自己接都受。懵了，对，我就接受了。哎呦，你早点说嘛！那个狼王眼睛不太好。他仍然持续在努力中。哎，你可以善用发光啊。哇，好猛！加速可以最后再用。猛的，猛的，就是猛的。阿静，你怎么有那个？我怎么把拖？当然有喽。你把拖？他们都在上面，你在楼下干嘛？我真的都把拖没看到。你抬头就会看到了。有了有了，看到了大哥哎，过来啦，大师兄，大哥哎，你要唱歌了吧？我要唱了，你唱。哎呀，哈哈，唱歌吗？这什么歌？哎呀，我还呀吗？有位置吗？哎啊！我配哪里？赶快跑啊！这两个人哦，不对，我的。你们多跑，往回跑啊！你是抖 M 啊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交给你了。没有，你是抖 M， 不是，不是。啊，好险啊！哎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帅耶！哇，我接到票了，好猛！他就，你的迪没有，迪叔就拿着棒棒，然后对准那个卢米。然后露米傻傻的两下，会这样子对我。而且重点是，重点是我怨灵的时候，我直接票迪叔，所以那时候他也很有机会直接赢。我也在等爸爸票我。对，爸爸你怎么不票啊？没有，我不票，因为我就想说很奇怪，我当场懵了，都发什么事，怎么突然票？我也是不会哟。但如果你是狼人，应该也可以就随便票一个人啊。没有，他附近没人。有他迪叔，迪叔在他旁边呢。我想要跟迪叔碰运气。迪叔差一点就得逞了，你这个坏人。对，好险啊！他还想，他还特地跑到我旁边呢，他知道我已经想要混乱了。临死前的怨灵就是随便乱票。爸爸，好复杂哦，这几个。但是你看，哎，那个警长变成抖 S 了啊，不是抖 M， 所以 OK 的，50%，五十 percent 啊，50%吗？再来喽，三二一，好 ，Go Go Go！ 哎 ，Oh my god！ 这一次一定是抖 M， 是抖 M， 对，是抖 M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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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可真的，你就四个就可，哦，你看啊，你看啊，哎呦，我觉得可以告他。我觉得他性骚扰你。我不想看。小雨，你有觉得不舒服吗？我觉得有点，我应该是会越想越不对劲。开记者会了，开记者会了。还没看到我，我就怎样？怎样？爸爸，你又拿到了。哎，这很明显吗？哎，你那砍死他，大姐。我两把，不要过来哦！谁过来我就砍谁哦！要两把，那你可以分。太狂了！太凶了！太凶了！大姐，我愿意一辈子追随您，给我一把，大姐，我好想看到那个光泽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不要不要大姐！你走开！他是不是要死？他是不是要死？哎，他是在砍谁？哇！你砍死哈姐，你砍死哈姐！我不敢砍下去，我什么都追着。他那个，花花不是狼人，哎，他直接砍死哈姐。他是大哥，他是真正的大哥。要抱大腿。对不起，我应该给你。不是啊，我发你金水啊！等一下，我死了。我们同阵线，对不起，我太紧张了。直接，没关系，你还有一把，你可以尽量玩。谁叫你让大姐紧张了？他没有犹豫。哇，那你可以再拿一把吗？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说拿就拿，
转过来直接捅下去，吓到人家了。有猎人有拉到人吗？谁在那边喷火？你干嘛喷火啦？别乱喷！我有啊，我大姐乱喷要怎样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哎，我大姐哦。刚卢米跟迪叔在那个小夹层里面，然后我从里面看，然后我想说好像一只狼会跑进去。哎呦，有，哎呦，迪叔是好人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可以验证？因为迪叔拉着我去玩。对。哎，所以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是狼？等一下，我们两个都是好人，我们两个在夹层。卢米，你有没有这个？你是没有。我有啊，一抽有六个棒棒哎、欸！哇好，哇塞，那么多棒棒哦！我有玉娃棒哎、欸！我有玉娃棒啊！你不是有吗？有啊！你是不是下一把就瞬间了？我也希望啊！谁、啊、唱歌？谁、欸、唱歌？谁唱歌？卢米不是狼人呐、啊！我也有瞬间、啊。谁唱歌？唱歌大声点！谁唱歌啦？那么大声！哎呦！我有呀！卢米，哎呀，卢米是不是狼？卢米干嘛？我是卢米，不是狼人，卢米不是狼人，他不是。他拿的瞬间很可怕、欸。现在是大家懂瞬间自保了。他不是。对啊，我不是。哦哟，那是谁？哎、欸，来了，再见。你们楼上的吗？我们在楼下，我们在楼下。我在一楼找瞬间。一楼是我，你是不是？包是怨灵。有问题。是啦，我不是啦。我刚刚在一楼看到一个怨灵，怪你过来，我在一楼、啊，我在一楼花花那里啊。我在另外一边啊。你不敢过来啊？行了，好，你不敢过来啊？波波是怨灵，波波是怨灵。好，那我去找你。预言家还在吗？他还在啊。你可以查查看波波，我觉得他真的怨灵。我下一回合就来战斗陀螺一下。陀螺。比较难无战斗陀螺。你看，巧克力，你看，你把腿杀掉，我怎么可能杀、啊？哦，神剑，不是我怎么可能有神剑啊？我刚刚看到杀人现场，我没有可能，我不可能有神剑啊！你是不是乱说？等一下，杰克怪怪的哦，但是他有可能是抖 N 我觉得杰克是抖 N。哎、欸，我有两把神剑，为什么他有那个抵挡的？No, okay. 怪怪的，他们太奇怪了啦！这群人都是报名啊，在干嘛啦？老板，打我两票，我两票。你们是报名啊？等一下，我要被报名啊！会不会玩游戏啊？哎呀！太好看了！再给我一回合，拜托，我求你，屯屯，我已经是已经算了啊！哎，你们下亡魂的，那个我死了，我死了就是波波赢了，我死了就波波赢了。让我赢！哎呦！哇！走开啦！哎呦！快点，我帮你单挑。在哪里啦？快点啦！可是怨灵有两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你看我们要集火。好了，杀了这怨灵，等一下我就愿意走了啦。我就愿意获胜了啦。对啊。我们集火杀了他、啊。这样拿圣剑砍我，拿圣剑砍我、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可以拿圣剑。哎、欸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你又砍死一个圣剑的、欸。哇哇哇！哇，这晚上他天下无敌啊！哎、欸，这样死局了。杰克，人类不可能赢啊！丢不丢不？杰克他是怨灵，他怎么可以让他赢呢？没有他。他是抖 N 啊，不是，不要就给你啊！杰克，我们靠你了，杰克。我追不上。杰克，杰克超努力了。杰克跑超快。为什么你会？我缓到是不是啊？我刚缓他了，这要怎么赢啊？人类不可能赢啊！捡圣剑啊！捡圣剑啊！圣剑啊！唯一的希望。对对对。
啊！打出去了！这好人已经疯了，他已经疯了耶！没没，这个你继续黄，我们就有机会。抖 A 啦！抖 A， 好好说话，我 U 啊棒棒哦！我抢过你的票哦！那这个是抖 A 吗？嗯。大家怎么不票我啦？你想一下哦。我抖 S 啦！这局好有趣哦！太难了啦！巧克力，我干嘛啦？你知道我召集伙伴是个空壳子啊！嗯，巧克力，所以这样干嘛？可以让这样子，可以让杰克赢啊！这样子，对啊，你怎么还让杰克赢呢、啊？让杰克赢呢、啊？好、啊，我们让杰克赢，敢不敢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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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塞！我等一下就打你一下就跑啊！白痴哦！一个人两票，白痴哦！白痴哦！我有两把圣剑！哇！白痴哦！我终于拿到圣剑了！还拿了两把。原来两只圣剑啊！大家都有事，都让抖 A 名都是假的。我想说，团团是预言家，不管怎样，不要留着。结果没想到这个怨灵居然是个抖，还是个警长哦！哇哇，还好我有两把。哇塞，你好扯、哦！我捡不到办法。我们有一个狼去投靠大姐，都死了。我只走过去，他就唰就直接死掉了。我差点气死。我，你知道我还一直祈祷，想说那拜托那么蠢，应该是诈欺师，拜托他是诈欺师。其实是我，我刚刚在砸瓦鲁德的时候被人动了，然后就被他发现，他动了一下，看到他就砍了下去。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完了完了，然后刚刚反应也死了，拉人没有人可以拉了，哭啊！终于，我们就让抖 M 名就对了嘛。终于拿到了，而且那是最后才拿到，你知道吗？晚上拿到的，都没拿到。然后想说，不对，晚上还不能刀你，你还是无敌的。等白天你一定会过来。太好笑了。来，那接下来我们换一张地图。好，好，同样的 IP， 但是要等一下。要改 IP 吗？好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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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改。好，等一下啊、哦、，IP， 然后自制的地图，自制地图，好哦。还要发个广告，一张国外地图，把它改成狼人杀，而这张地图看起来会很面熟，很面熟，哎、这不是另外一张吗？哦。等一下，太空狼人杀，没错、啊，哇，那个有气儿的，哦好好哦、这张宽多了嘛？对，这张就宽多了、哦，但是大家还是要稍微小心，就是有一些房间有没有，你进去可能就是死局了。啊，出不来哦！不是不是，就是你躲在里面，如果狼过去，你就它就是一个房间呐、啊，你懂我意思吧、啊哦？没路跑。哦哦就是里面地方跑了，对，所以就尽量要去那种宽敞的房间。但是这张很大，而且它还有地下道，地下道都可以连通到别的地方。哦，那基本上应该摔不出去啊，有做很多的防护罩。那如果你还是摔出去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会有什么紧急状况之类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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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只是装饰，都只是装饰而已。装饰而已，好，那就不能破坏凹凸之类的，可惜了。没有，我们这边有另一个 O2 啊，你可以请他破坏那个 O2， 你可以破坏这个，做事一下，然后大傻眼，耶！哦哟，大家也可以想先看，也可以看看，我来调一下。哎呦，哎，好，偷看，还可以煮牛排，煮牛排，哪里可以煮牛排？哪里有牛排？岩浆这边不是那个煮牛排吗？哦，岩浆的话是这样子，就是不要。自己去泡、啊、他可以跳下去，因为下面也算是一种可以躲的地方。但是如果你被会不会被烧死就不知道了。
怨灵，怨灵直接跳下去，来啊，来啊，来打我！如果真的自己被烧死，我就也没办法了。好、哦，好低，哦，哦，酷，jump，jump，、啊、对，这就真的比较大，应该就很 OK 了。哦，酷酷耶，地下道酷酷，我要去，我要去按拍桌，我要去按铃，我要拍桌，我要去拍桌。他的按他的按铃很可爱、欸，操，可能是小丑。勾击。然后他有一个地下道，记得好像有一个按钮，就是你可以传到另一个点，就在 A、B 两点传送。哦